所有的朋友，这个月有什么 offer？ 买护肤品，买啥买的，买什么好呢？今日我来跟你讲，我来开箱什么。这个 packaging 可以用过和回收的哦。那我告诉你怎么处理这个 packaging， 这个是会被回收，这个是会被用过，一样不是三百。我先告诉你怎么处理会回收的东西，当今电话拿出来导入这个 Trash to Treasure App， 会后你对了一点就对了，不要乱做电哦。这 app 是打卡手里找出我来处的回收中心哦，这回收中心会分作西装和这西装里面有写咯，不管你是大平的 island 还是大巴海，你不会找到的。当你找到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点击其他的所在，它会跳出来关于它的资料、电话地址，但你不会找到大哈边哦。快递包、皮囊、泡沫包装要安怎好呢？这三个物件不是用过哦，需要去 Facebook hack 去这 Second Life for Packaging Material。但是大盒之前都需要开好好来，别人才会用过。在这个 video 我有教你安怎开好好来。会后翕照片 ，send 去这 Facebook page， 甲需要的人联络，还是你会使 send 去这三个所在。我人不希望甲了人会使用一只刀，用甲骨。卖用一刀就对。我这个 video 我有教你人安怎用过这个 plastic 囊，你会使倒头边，然后下一期搁再包好好来，伊就会用两刀了。环保是我人的责任，需要甲了人合作。感谢大家。